服装设计是一个化妆的一个 party， 大家都要穿很多就是很奇怪的、很恐怖、很好笑的一些衣服，然后一起来拍，一起来玩。我们是一个爱尔兰酒吧，所以就外国朋友喜欢，中国朋友也很喜欢。然后我们经常不管是比如说光棍节，就是中国的节日，或者国外的节日，我们都会就在这边出来接 party。酒吧其实，对外国朋友就是是一种很出名的一种概念，就是意思是说，你下班以后，你就来到爱尔兰酒吧跟你的朋友、你的哥们，然后就一起来喝几杯酒，看一下球赛，一起玩一下台球，然后就一起轻松一起。不管我们这边就是，其实爱尔兰酒吧的一种特色也是有很丰富的生啤选择。一个生啤的话是很就是很快就到了这边，就是货到了，然后就一开了以后，我们有一个星期就要把这一桶喝完，如果没喝完，那就是这一桶都是废的。所以就是，生啤在啤酒上面是最新鲜的包装方式。那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就是让他们尝喝一下，就是所有这些新的生啤，给他们新的一种喝啤酒的经验。我们喜欢就是不管是啤酒或者红酒，就是我们会喜欢享受这个东西。那就是我们喝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比赛，也不是需要一个对比什么的，我们是个人觉得好，我要享受这个，那就我边聊边然后边喝。不管谁进来，不管我是谁，然后不管我一个人来还是很多朋友一起过来，那我都能放心的来到这边，然后交一些新的朋友。真的就是爱尔兰酒吧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环境，就是很适合遇到新的朋友，然后就很轻松，没有什么庄严的，没有什么就是我很为你们玩什么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，一起来玩，一起来享受这个气氛，然后这个酒。